兄弟登场，谁传奇开球？哇哦，这些球技认得吗？中信兄弟昨天举办 Bravo Legend 向传奇致敬盛宴，邀请十一位兄弟老战友回家，实在是令人就甘心呢。老队友相见，当然要合照喽。2、3，老队友相见会怎么样？哈啦，签球员卡。真难得的球员卡，多年之后由地波本人签名，好眼光啊！最道而来的当然就是早期的洋将路易斯。把台湾当成第二故乡的地波，不过千万别忘了本土老将，不要以为他只是一般的阿伯大叔，他是为中职投出第一球的投手张永昌，昨天再度为比赛开球，还有王光辉、李俊明、吴富连等人，真是令人怀念啊！象征薪火相传的老球员与现役中信兄弟大合照，更是难得。斗新闻，今天我们都是兄弟一家人，报道。